我们业务员超级晚到了几分钟，就害他到楼下等等了大概四分钟左右吧。他说因为他自己心情烦躁，就对我业务员进行殴打，即使打的比较轻，男的打的还是让他比较重，因为那男的是用脚踹踹他的胸部跟肚子，拳头是打他的头部嘛。业务员就是伤的比较重，大小便失禁这种状态。对对，他因为他这个胸部嘛，这个肚子嘛，现在在医院。这个打人者他有两个人，但是这个男的一直不露面。我们到派出所，就是我们的就是说觉得，不管构不构成刑事责任，至少这个男的要露面来赔礼道歉。